108学年度 UBA 大专篮球联赛预赛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预赛的阶段。从今天开始呢，一连四天，在包括台科大以及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转播的世新大学两个场地同时开打。最后四天的在这场比赛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一所大学跟文化大学之间的对决。 两支球队在赛前的一手大学是拿下了9胜2败的成绩，拿下9胜呢，根据过去几季来说已经是笃定晋级到八强，所以一手大学今天或甚至是接下来这四天的比赛呢，可以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来应战。而对文化大学来说，陈辉教练说，目前球队6胜5败，其实在确定的就是有两个人是不会在八强的比赛当中出席了。文化大学今天是杨浩伟、古晨晨、林奕恩、邱永俊以及李哲维。 在一手大学部分呢，是陈诺以、白耀成、苏文如、林瑞佳以及吕威廷担任先发，也是人盯人的防守。哇，一手大学在篮下拿分，陈诺以担任后卫，那吕威廷一直是阵中的禁区的大将。如果以这三个人，哇，林彦的 long two。 这少见的外围攻势是文化大学。刚才在左边的底角是一个完全的 wide open， 陈诺以的出手打到篮筐，经过篮板，好球哦！这个脚步林瑞江，发上面，这确实是很难弥补的。对，目前看了一下，他们场上球员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达到190公分的，这是文化比较脆弱的环节，所以对方频频向禁区来做攻击，篮板球被文化保护下来。 切入之后绕过篮筐，两分没拿，再补油。第一节进行了一半的时间，9比4。哇，好球，苏文如一个 give and go， 一个空手切。所以他的球迷应该还蛮怀念林秉胜的，这个齐天大圣，至少他个人的得分能力是没话讲。哇，吕威霆飞得相当高。 林秉胜，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外围投射的欲望，是像林恩、林静等等，他们都想要切入红色的游击区，但是外围。好，Jerome持球，协防过来，哦，Jerome这次漂亮动作 ，and one，躲过了苏仁儒可能的打手四分线，哦，所以如果你没办法越投越远的话，篮球越来越难打。对，因为篮球一直在演进啊，它并不是说百年运动，它还维持着传承的失误。 杨浩伟，这个小球递给了 Jerome，Thank you very much。要单打无锋才球没进，拨出来还是一手球。小白三分外线的出手 ，Bang， 空心球。三分球在联盟当中啊，也是相当够水准的。今年只有一支球队，他们单场的三分球投中数来到两位数。 这应该不会太对，践行科大一场比赛可以投超过12记，投进超过12记三分球，这个蛮称职的诠释了现在篮球的打法。那都是化繁为简的一个步骤，是假动作，周成瑞切进去得分，周成瑞上来之后是连得了4分哦，包夹之后吕威霆单打被盖锅，后面是周成瑞。 周成睿190公分，今年才大一。陈睿一对一在防守吕威霆，苏文如切到禁区拉杆得分，好球！杨浩伟这段时间是主控，第二节的前段其实文化表现还不错，他自己来个中距离跳投没投进。现在刘成燕也上场了，一手大学的新鲜人，好球！两个转移之后，空档完全出现林瑞江，哎呀！ 哇，这个球给的危险，完包抄之后掉了。杨浩伟前场的快攻拉杆得分，身材明显的比刘成燕有优势。你的差距不会太大，如果比三分外围进攻的天赋，你立刻就会被拉开了。是，中距离陈诺以轻松的跳投拿2分，数次数也达到双位数，所以文化的压迫看起来是奏效的。杨浩伟再一个中距离跳投，杨浩伟其实在凌晨，然后你应该去 UBA 去展现才华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鼓励刘成燕也是有3分火候的，这个球投的比较偏差。哇哦，苏文如落地之前已经把球送出去了，危险 ！Jerome 拿到 ，low post 慢慢磨进去 ，Jerome 总是打得有点急，还好球回到他手上。就在禁区，大家都把球不断的传给 Jerome， 倒在地上，球再送出来给刘成燕。 外围苏文如的3分球，又抓下来，就像刚刚
一手大学马上给你一个三分的伤害。哇，林议员，这是两分还是三分？几个裁判互看。好，前场。哎呦，这个球还好是打进了。李成宏，李成宏的节奏确实难抓，想要进攻篮筐了。对。哇，文化大学这段时间也发生了蛮多的失误。陈孝宇，陈孝宇这个上篮摆脱了两名防守球员，用的比率还是相对的比较少的。对。哇，这个球被盖掉，找到投篮的空间。对，哦，这个假动作骗掉了对手，拿下两分。杨宝龙今天始终没有感觉。啊，这个球救回来也救到对方的手上，前场发动快攻，杨章又成，有，再给杨宝龙。但牛角战术直接下滑之后，九荣已经有一个低位要球的机会。好球，刘成燕，刘成燕，九荣再拿球。思路其实想说，如果我有200就好了，我有九荣的身体，再加上我的技巧，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九荣现在他的文化大学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罚球线上完美的表现，八罚全中，邱中博上篮得分。角落，杨浩伟的出手，三分球投进，文化大学整场比赛的第一记三分球。哇，杨浩伟投完之后，古晨晨带一步中距离出手，哎呀没进。不过篮板球 Jerome 他说是我的，一团黑影迅速耀起，是发展，你会很想用身子的力量。是，哦，对时间的判断没问题，刘成燕。是文化大学的半场进攻都可以找到外围投射的机会。Jerome 都已经倒地了，苏文如不为所动。哦，刘成燕拉杆出手没进，苏文如抓到进攻篮板 ，and one。苏文如的身高，对，因为几乎是同一时间了。陈诺伊假动作，地板球塞进去给邱中博，抖走招呼，没错，感觉响尾蛇要咬再咬你一口哦，这身体有接触哦。林瑞杰，三分外线，哦，球弹进，哦，很重要，吴峰才。真的每场会打得很辛苦。这球要转进去并不容易哦，但是两分还是拿到林瑞家里。吴凤才给 Lopez， 这转身遭到包夹，突破得分，周成瑞好球，有反击的机会。球给杨浩伟，好球，杨浩伟今天的助攻都是蛮绝妙的。所以看到杨浩伟第一节打完之后，他们就落后九分了。后面三节其实双方的分数差距不大。李角的投射有杨保罗，先过了半场，可以放慢节奏。最后比赛就是63-55，一手大学很少打这么低比分的比赛。小娟姐的策略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说在连打四场而且流失主意的情况下呢。